渐渐舒服。我的身体全世界都看过了，好吗？如果没看过的可以去 Google 一下。来看，换，像这个，你看。没有，这个三角形真的太扯了。希望没有另一半的女性朋友们，可以到花莲体育台这边来走一走，不小心晃到我们这边的那个训练中心，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小鲜肉，好不好？他们，每一个，哦，这边是花莲水上运动中心哈，专门在培训我们花莲县的优秀运动员。给我们 OK 啊，我们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可以 ，OK 应该没问题啊。开玩笑，我们两个领头啦。好啊，好走啊，走啊，走啊。我们领头，我们领头。对啊，我们带前面的500公尺啊。那我们在后面注意他们。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嘛，我们就是跑500。各位弟兄们，她是号称男人追不到的女神。没有，她讲。所以等一下尽量追她。真的好壮，我想跟他们一起比。我开到后到下面跑过步，一年没跑，可是没有，我跳舞的时候我会装那个稳定器，但我到现在没有带那个稳定器。我觉得骑车好了。对啊，你骑车带我们，骑车跟我们到有点像教官在后面练教装。对。必须也放松了，那等一下就 OK， 不是紧张的事。以前有跑过，但我不是非常喜欢跑步，所以而且很久没跑，我都是跳绳，所以觉得有一点好累哦。跑步模式，跑九秒的。我的背景太美了吧？哈哈，真的很好看耶，可以有看得到我后面。我可以在那边证明，谢哥真的是流汗不透的男人。其实就是我有点像是那个翻车鱼，摩拉摩拉，因为就是那个70%是水。对，其实人都是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小老弟曾经是体保生啊，因为那个运动的关系，实质在断掉。然后我真的是蛮担心他，因为他如果有机会跟我们去石门岛的话，我不希望他受伤。其实谢哥真的蛮厉害的，谢谢哥。近一点会有啦，真的有，有关的，没看过的，不服来稳。不过我发现我划船、跑步、游泳，都是属于速度慢型的。像昨天跟瑞玛那一包，我也是跑到最后面。然后上次在日月潭的时候比赛，我好像跟 Amy 也是在最后面这样。是不是我拖累了他？这里的阿给非常厉害，因为你知道花莲的鸡。就是好吃，都是乱跑的啦。放三鸡拔毛来一下重音比赛，放三鸡拔毛，放三鸡拔毛，放三鸡拔毛，放拔毛，知道吗？拔毛。对，花莲最近是因为地震，老实讲是真的观光这部分是有点落掉。对，那我们其实身为花莲人，总是想要帮花莲尽一些心力啊。对。先买100只鸡了，没问题啦，好不好？好，郭哥，我帮你吃2只。OK， 其他的我分送给所有的这些地方教练，建议大家来花莲走一走，真的，好不好？强烈的希望，真的，来吃个活跳虾，来吃个昂阿给。对，我是一个跟蔡昌宪一样非常容易晕船的人，哦，对，所以即使不
风平浪静，我都还是吞了一颗晕船药。我是要陪伴，对，这个是很重要。对，但是你不能陪吐，你要陪吐真的不行，因为你看我吐，你就会吐。看我们体格就是划龙舟，来到花莲了，能不玩个龙舟吗？而且花莲是台湾龙舟最强的地方。很兴奋哇，就是以前有玩过很喜欢的东西。我没有想法。对啊，就是很乱。就是又有一种要被送死。没有，而且我没什么好练习过的。所有的一家人都来了，有我的爸爸妈妈，我岳父岳母，我最爱的儿子跟我老婆都来了，这样他就在那边，你可以去找他。你不带我去看看吗？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去好像看会害羞啊。他有任何活动的话，我们都很愿意陪他。像他这次来花莲，有时间我们下来，然后就给他一些行动上的支持，然后也希望他这次活动任务可以成功顺利。真的很爽快，因为就又勾起以前在那边在滑龙舟比赛啊，跟团员大家一起滑，就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就是实际滑起来的时候，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讨人厌，然后反而是找到那个节奏，然后大家的那个就是大家一致的那个氛围，其实还蛮感动的，那个感觉真的很震撼，同心协力的成就感很强大。蛮特别的，其实我人生第一次划龙舟，然后就前面那个鼓嘣，然后大家就同心协力那个感觉我非常喜欢。我觉得每一项运动这个同心协力的感觉都是我觉得最喜欢的 part。 怎么讲，有一点晕症大家。他真的舍不得啊，他刚哭的时候我其实也哭了。今天也是跟他一起划嘛，那他不断的一直在提醒啊，或者就是他之前学过的一些经验，那是好事，基本上很容易就被他的那个气氛，被他的鼓励带起来。他是其实是真的有让我们的整个是提升的，对，没有拖累，任何拖累的感觉。虽然只是短暂的练习，但我觉得这种同甘共苦的感觉真的很容易让大家的心就是会结在一起这样。所以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回来跟我一起拼，一起干大事。我可以想象，就是当我们真的滑到石门岛之后的感觉。对，然后现在在玩那个龙舟拔河，你可以感受到两边的那个默契啊，力量啊，互相的拉扯，真的是一直在学习。我们做完一次项目，我们都很热烈、很热烈、很热烈的讨论，在互相分享。最后一站，现在1-1，蛮精彩的。Baby go！对，但是因为其实都是好玩啦，然后又再加上说我们就是得失心很重，然后很看重这个比赛。对，仔细想想是在让我们练东西。对，当你在被拉扯的时候，人的瞬间的那种爆发力真的会产生，然后肾上腺素会提高。我刚刚就觉得我好像变成了超人，明明就已经超累了，可是不知道哪里还有了一个爆发力，继续的冲了30秒。必须平常心讲，就是他的地真的有点滑，对，因为谁在那一边都是输嘛。以原本站到那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各有劣势嘛。但是他们就叫我要换位置，来吧，叫你讲。需要猜拳选边吗？那边会比较不滑。他有没有穿鞋？他那边比较不滑。这样我们不一样。
天不玩，比较好啦。教练，那我们就换边了。我觉得很恐怖哎，它是那种恐龙力哦。但不甘心啊，因为我一开始是人小志气大，我觉得我就是要跟昔日球星 PK 啊。加油！加油！加油！好了，我们起床吧。你是不是在咒骂我？哎、欸，我不会骂你。我去忙了。我觉得是真的，就是真的就是换这边的问题。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一个公平的场地上比赛。现在跟主办单位那个。真的。他在血池。我决定用，就是不行动作为我的那个抗议。静坐抗议的概念。不行，给我洗船哦，快点。好了，走了，哎、欸，一人抬一勺嘛。什么2024年？我们已经抽签了。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赛程表，我们是第二组。哎，龙舟跟独木舟真的差超多，一个左右，一个前后，完全不一样。然后昨天那个拔河，其实我也很怕那个爆发有人会拔发。可是你们要要求参赛两个的时候，我真的是那就是好胜心，就是。如果我们到时候去比龙舟，对，我们当下一定也是全力冲刺。会，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就不是玩。对，啊，那你也不可能就有点像小丑去那边，为了要宣传一些的状态，然后让我们去做这件事。